接下来看你能一百九合一先机抢存十五日的今日的先机整体就来看台南市。一百台南市中外县市中的年过多总共有六个人，分别是毛东西的林义峰、许忠新、陈运福、苏芬芝，国民东西的郭世博，韩家民进东西的王维珍。在台南市县民结构是蓝色绿胎，不过之前台南严重数分子宣布外县过后，绿营就面临分裂。王维珍是在继续前市长赖清德的绿色执政，也是为本国时报改变也给争取了。因此就跟现场交本县政报道的主持人陈彦祖。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零一八九合一选举专题热烈报道》，我是陈建祖。在今边呢，为大家来关心黑六都台南市的县战情形。今天呢，先来看到台南市上一届的县情分析。在二零一四年的台南市中选举当中，给台北有民进党赖清德，给得到的差不多有71,557票，加得票率呢还有72.9%。然后代表国民党的王秀松也得到了26,536票，加得票率呢还有27.1%，给赖清德呢其实是用超过73%的得票率顺势连任成功。然后呢赖清德同时没创下以今年的纪录，拿到了全国大头名的得票率。再来呢，来关心一下今年台南市的选情分析。上海六阳台票仓的台南市同新年前蓝绿一对一对局来比，今年的台南市总共有63人按多而来选，分别呢由民进党立委王维珍、国民党前立委郭世博，然后呢还有毛东西的林义峰、许忠新，还有前台南县长苏芬芝，然后呢还有杨家丽、苗圃的里长陈运福，其中43人呢由六阳色彩。上副影响的是陈雕，还有由是系民进党色彩的县票变化。另外，其他两个国民党还有由毛东西的候选人系全力外来抢，变转民进党还有由对绿色执政是梦的县民的认同。亚内县情还系民进党的王维珍强势领先，国民党的郭世博还有由毛东西的林义峰，系希望呢比清明时节扬转来。由过年起的行政院长赖清德起台听办宣传，民进党参选人王维珍展现过好的气势，由美国哈佛同耶鲁大学硕士师学历毕业，也被选举提出均分三项发展、改善市区交通同停车问题、加建人口老化同少子化一道方向的市政规划。至于市府的财政数字，一路主张用健全的财政纪律来减少负债。做圣诞老公公，大家都说做得很愉快。可是问题是你发了红包做了圣诞老公公之后，所造成的接下来问题就是财政这个赤字以及负债的问题。请定好三年郭世博，拜托拜托。狠狠看过民众的书，国民党参选人郭世博三万行基层争取支持，为了扩大选民的认同，已推出由市府负担65岁市民欠保费同冬装户的税的两个税降落政策，以免负担一多人的经济的引来引恶，而强调当选过后会10万扩大超额机会，以带动民生经济，同时也要全面检讨防洪治水的绩效，唔好被民众再浸水耶。那我觉得我们要把治水这件事情给做一个彻底的一个处理啊，至少我们绝对不能让市民啊淹水。淹到说他必须跟水一起睡三天三夜。由开机服来电陈福的毛东西参选人林义峰，也被县长朱达雪贴的金纸，以用每户10万元奖励民众驶到台南，8万到10万补助企业到台南设公司，也是创房。推出每平8万8，每张人拿8500的长年出车，同新婚家庭每台6万元的生育津贴。另外，伊还注重持续使用出车天价税，同户外税降30%的节税政策，以减少市民的负担。地价税免税哦，这本来个袂使共收啊，因为咱政府已经共收4条税啊。
哦，这免税啊，这会打日本啊，德国这拢无得收，足侪国家无得收。其他候选人还有脱离民进党参加参选的前台南院长苏焕智，佮用无党籍身份参选的前台联立委许忠心，以及本万环保署先天参加的家乡，而杀的废弃物处理中心，牵到参选市长的两家企牛埔里里长陈云佛，中共民进党在台南长期执政20多年，在基层走路打好的该成为基本盘，一般意料。只要党内出现过关入座的顺利当选，不顾野败的先前，因为中央执政引起过多的民怨，再加上六洋内部分裂参选，使得先前帮到过狠，先期的形态也不再是传统蓝绿对决的模式，也对国防阵营来讲，也有会见到值得努力的空间。客家新闻陈文玲台南报道。看内地候选人的宣战报道过后，下来来看候选人提出哪一条客家政见。就合肥统计，台南市差不多有19万的客人，虽然强加在全市人口的5.4%，不过还能带来候选人上网为政界选票，必对得到一条客家乡亲的支持。下摆呢，台南市中心区的六位候选人当中，有人提出为是多功能的客家会馆，有人注重为家乡和各位客人好事环境，而有人希望对公部门为家乡客人服务。为确实做到族群平等的意义。此家公延伸由一般客家协同的民进党参选人王美泽，因为体验到无适用客家的环境，客家资源困难产生，故所以提出要在海北天气设一个多功能式的客家会馆，促进客家乡亲的交流。跟社团，各个客家社团以及一些相关的文化团体，能够好好的合作，能够让这个会馆的运用。能够效率效益更高。教人要传承客家，如果有充分的师资，故说国民党参选人郭思博，如注重提升客语宣传式的 TV， 并滥于学校的正式的客语欣赏，希望用文天的师资提供学生的学客家的环境。我们觉得说可以把客语的老师一并的把它纳入，好，那纳入的话，这个有正式的职缺。就比较不会老师有那么高的一个流动性嘛，比较稳定哈。中央以无党籍参选的苏焕智同许忠心，两个人也认为要落实学校的母语教育，本学生的有该好的学习环境继续传承客家，然后让各地能够这个要选择母语休息母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能够更友善的休息母语的一个环境哈。他们的语言必须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继续的加以让血统可以落实，不能忘记他的母语。其他两位无党籍的参选人陈云佛主张在各位行政区设立客语服务人员，本客家做得容易不易台南市，林义峰利用促权平等为努力的目标，打出多元文化的富商风貌。客家新闻陈文莲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台南市先前分析，还有那道详细的现场消息，请继续收听今日的新闻内容。连同镜头，九万主播。多谢演奏，闽南人带来闽南一百九合一献祭，台南市被现在报道。哈尼礼拜一，是闽南今年的现在整体，我们为了分析台北市的最新现场。